等一下能不能拿第一就全靠你了啊。冰天雪地里，这究竟是一场怎样的比赛？你把那酒给我，我喝一口吧。编导为何追着要酒喝？活了这20多年，我第一次有种见鱼想哭的感觉。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？您见过抓鱼抓成这样的吗？本期乡土去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，感受下那里的狂欢。您好，观众朋友，欢迎收看乡土。对于生活在黑龙江省大庆市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的老乡们来说呀，这几天可是一个大日子，无论是雪上还是冰下，都在上演着一场狂欢。冰天雪地里，这究竟是场怎样的比赛？天寒地冻，大家却热情正高，你争我抢，完全不顾形象，连滚带爬，连踢带踹，看着还以为有多大深仇大恨呢。大家这么拼命又如此疯狂，难道只是为了赢得比赛吗？看来赢得比赛的奖品应该是相当诱人的，不然大家伙也不会这么卖力。那么这群人到底是为何比赛呢？这一切还得从今天凌晨3点钟说起。寒冬腊月，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的凌晨3点钟，室外温度达到了-30多摄氏度，我们按照约定来这儿汇合。别啊，快来快来，哎，他叫袁国禄，今年60岁了，与冰和鱼打了大半辈子的交道，他也是我们今天这场冰上狂欢的主角之一。哎，对，不行，到冰还得了。我穿了那个2双袜子。4条裤子，5层衣服呢，那也不行，是吗？特别你这个脚，完了一会儿我给你整个鞋垫吧。整个鞋垫啊？那来得及吗？咱一会儿就走了吗？来得及，一会儿就来，我一会儿就整，拿回就整。啊，拿回就整。哎，对对对对对。是吗？嗯。您说是用这个做鞋垫？哎，对对对对，这就是。这就所说的东北的乌了草，这不就是普通的草吗？这它就叫乌了草，不扎不扎，你续上就好了。我这用草做鞋垫，且不说它能否保暖，先是看着就够扎脚的，这能行吗？咋主要是为了让它软和，让它软和以后不扎脚，完了还保持它的那个什么呢？密度大，所以呢你那个脚就不冷。没有扎袜那时候就指着续它，它能就代替个鞋里头代替袜子。代替袜子啊！我那不穿袜子，不穿袜子不扎，要不它是咱东北的一宝吗？啊！来，你把靴脱了啊！我给你续上。这就现在就可以续了。哎，对对对对对。这不好续吧？我这个比较高，就给它塞进去就行，是吗？哎，对对对。这其实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我穿，我怕扎脚。不扎不扎，绝对不扎。你就等我，指定不带扎脚的。哎，好像还真是。嗯，一会儿越穿越暖和。还真的不扎脚啊？不扎脚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啥？它扎的这嘎软和了。哎，坐下吧。脚暖和了是其一，胃暖和了也是御寒的关键。对。每次上冰前，袁师傅都会召集几个老伙计来家里，一起吃顿早饭再出发。来来来，就给你们预备的饭做好了，快点快点，坐下坐下坐下。早饭对于东部的渔民来说，是一天中最重要的一顿饭，因为下一顿要一直等到收完鱼才能吃上，多吃点，多半是要到下午了。对，哦，变成早。有说有笑的早饭时间结束，大家准备出发了。您这大衣，这跟您出去打鱼多少年了？这大衣，哎呀，这个大衣也有10多年了。10多年了啊，嗯嗯嗯，这就暖和了。哎，这就暖和了。我这个也穿戴好了。不行，你这衣裳还是薄。还薄啊？哎，现在你脚暖和了，是你穿的身上还是不行。上冰风太大，一打你这个衣裳就透。啊，那怎么办？我给你找身衣裳穿上吧。找一身。哎哎。哎呦。哎。你穿个它薄，你不带冷的上冰。我这得有多少斤呀？这个？哎呦，这家伙得有20多斤。20多斤，呵不？我穿上之后，我就感觉我走
走不了了。那暖和呀，倒冰它暖和。这太重了。哎呀，重暖和。这是你。对，因为啥？倒冰你一待时间太长了，一长了它就不重了。哎呀，这是还哎，我给你戴个帽子，你那帽子根本就不暖和，倒冰。哎呀，这就妥了，这个倒冰就不带冷的了，保你一天。连脚带身上带脑袋不带冷的。我看起来看我是不是挺像打鱼的？哎，对。这可真是从脚武装到头啊，负重20多斤上冰，要是这样还冷，那就只能忍着了。车在冻住的湖面上行驶，渐渐的天边泛起了光亮，充满未知数的一天才刚刚开始。确定位置之后，大家开始各自忙活了起来。咱们现在这是在干什么呢？就打下入网眼，下网眼。下网眼哈，这个我能试一下吗？能试一下。这个我可以试试吗？不是，你得搁这试，你别往水里去。啊，这。对，你就搁这。您帮我拿这个。啊，就比划得了，别往水。啊，这么沉啊！哦。这就往下凿冰就行了吧？对。这我要掉进去，把这个扔进去怎么办呀？俺们再捞。看来一尺多厚的冰面凿起来并不容易，还是别在这儿帮倒忙了。入网眼打好后，就要开始走杆了。您这是在这等什么呢？杆子它别到这个钩子上。啊。别到对着这眼。您在这等着那个杆子过来呢，是吧？对。啊，这怎么找啊？您这。我这底下有个钩子。我看看。这是钩杆子的哈，对。两根杆子分别从入网眼反向下到水里，一点点带动绳子和网形成一个包围圈，最后在出网口汇合，这就是冬捕的全过程。说起来简单，可这里边的学问大着呢。忙是没法帮上，可我们却发现了这些粗犷的东北汉子干起活来却很像是在演出一样。顺杆像在这跳舞似的，跟跳舞似的，跳得好，这跳着舞就把活干了。您看您这造型。这么看来，这冰面就像是个大舞台，跳舞，这边有跳着舞的，那边还有摆各种造型的。我看您这造型，各种摆造型啊，这样。摆造型也是为了省劲儿，这个工具相当于开车的方向盘，这位师傅用它调整杆子的方向，以便等在下一个网眼的范立军可以顺利勾到。舞也不会跳，造型也不会摆，-30多摄氏度，一旦静下来不活动了，还真是冻得要命啊。我现在觉得呀，这个特别冷，因为我这也不会干什么活，可能是这没活动起来，觉得特别冷。我这个有宝贝。啊，有宝贝。嗯，什么宝贝？你看，能取暖的宝贝吗？对，能取暖。哎呦，这是凉的。对，那这肯定不是水了。这是酒。酒啊。那你就喝一口。不，这宝贝肯定不适合我。我少喝少喝，喝一口没事。我们俩人打两下，天冷了，招一口，身体热乎。这我不会喝酒啊。喝一口热乎热乎就好了。少喝一口，对。血液循环，你这。我喝晕了怎么整啊？少喝一口。来不了。对。我都闻着酒味了，可浓了，怎么不高？这骗人。喝一口尝尝，我看你就有感觉了。不尝，你们喝吧，我不喝了。这法宝确实好，但这对于我们编导这样的小姑娘来说确实不合适。酒不能喝，还是找事儿干，活动起来吧。这不是女孩子干的活。不是吗？为啥呢？因为你们力气没有那么大。哎呀，还真是，不是，这照我这么个打法，这是不是那个春姐能打完这个眼？春姐能打上是快的吧？我觉得。像你们一大早上就出来了是吧？对。这每天这么辛苦在冰面上打鱼，这老婆是不是得心疼啊？哎呀，挣钱嘛，心疼啥呀？你不挣钱咋整啊？那要是有一天说不让你们打鱼了，
有没有点舍不得还？有，这真有。啊，你是看不下去了吧？真有这种感觉。我打出水来了吧？这是。嗯。工具被抢回去了，我们编导再次被嫌弃了，技术活是干不了了，那就出点体力吧。我帮您干这活吧，我觉得也就这活我能干。杆子在前面走，紧跟着的就是这铺了一地的网，虽然是机械拽动，但还是要有人时刻盯着的。哎，哎呀，你别在这站着了，你在这站着危险呐！危险怎么了呢？你这绳子把那个绊着，你就把你带进去了。啊，那我站您身边呗。你往那边站，那边最安全的。啊，站那边。好不容易有个活能帮忙，为了安全考虑，师傅还不让干了。再一次被嫌弃的编导，满冰面的开始找袁师傅，难道是告状和诉苦去了？袁师傅，哎，袁师傅，哎呀，不行了。太冷了，你把那酒给我，我喝一口吧，真是太冷了，喝了就暖和了，啊、是吧？对对对。说不冷了，喝就不冷。好辣呀！就是辣，但是取暖这玩意儿就是辣。哇，我都能感觉出来，它在我那个身体里边的流下。对对对对对，流的胃里都暖和，都热的。哎呀，是热了，冷了就找您。对对对，您这宝贝挺好。你不喝口啊？你也喝口吧。他不喝了，他喝了就没法工作了。年冬捕啊，当地老乡都会举行一场冰上竞技比赛，那冠军的奖品就是冬捕第一网打上来的头鱼，所以呢，大家为了讨个年年有余的好彩头，都拼了命的想要赢。哎，你们好，你们好，哎，咱们这是这个赢头鱼的比赛吗？对对对。啊，就在这儿比哈。咱这是开始了吗？已经。我们现在正在分组。分组哈。对对对。啊，那我能参与吗？可以啊。啊，那怎么个参与法啊？你得选一个你的一个搭档啊，选个搭档哈。对对对。那我肯定选男孩啊。啊，对，可以。是吧？男孩肯定厉害呀。来，谁愿意跟我一组？啊，没有人呀。是不是看我这个赢不了这比赛呀？其实我厉害着呢，我玩游戏可厉害了。谁愿意跟我一组？没人来，我来吧。你来。那你跟我一组了哈。好嘞。好嘞。那我们两个一组。可以。啊。你觉得咱们俩能赢这比赛吗？必须的。是吗？好嘞。第一项比赛是爬雪山，两人一组，第一个人爬上雪山顶后，第二个人再出发，两人依次滑下，最后共同翘鼓，时间最短者为胜。选搭档的时候还放话说自己玩游戏很厉害的编导，看样子连爬上去都是个问题呀。我已经没劲了。还好对手故意让着我们，等我们编导爬上去之后，男搭档们才一起出发。这么高呀，这太高了。哎，快点吧，能不能下去了？别，我不敢呀。谢谢。哎，我们现在是不是我们就不用敲了？不用敲。第二项是当地老乡们特别热衷玩的游戏，叫滑雪圈，也叫雪上飞碟。搭档，嗯，来来来来，这个是我的强项，这个是我的强项。一个人拉着雪圈爬到坡顶，带着搭档一起滑下，再跑到裁判那里敲一下鼓，就算完成。哎，搭档，我在这儿呢，一会儿快一点啊！哎，啊，加油！快！这怎么做？你坐到前面，怎么坐？你坐前面，快点吧，我们要赢了。坐这干嘛？我不敢呀！又输了。
那就只剩下最后一项狗拉雪橇了。看来赢头鱼是毫无指望了，但既然参加了，总得赢一回吧。规矩呢，还是说每选一条狗之后呢，从这棵树到那棵树绕回来啊，到这块敲这个鼓为赢啊。谁先敲鼓谁就赢了。对对对对。啊，采访我问一下，可以换人吗？哎，怎么了呢？是不是前两轮都输了吗？但是我跟你说，这一轮咱肯定赢，因为这一轮全靠你，我只负责坐着，而且我是体重比较轻，咱肯定有优势，好吧？好，我们这回努力吧。好吧，我终于说服了你不换掉我。哎，宝贝儿。宝贝儿，等一下能不能拿第一就全靠你了啊！加油啊！哎呀，让我们拿一回第一吧！加油！谁赢了？谁赢了？是不是我们赢了？是不是我们赢了？我们赢了吧？啊！赢什么了？大妈抢鼓槌了。对呀，人家赢了，快，俩人获胜。哎，第一组获胜啊！第一组获胜。嗯，好不容易跑赢的，忘拿鼓槌了。哎呀！今天呢，经过三轮的巅峰对决，产生了我们今天的冠军的两名选手，就是这两位。他们得到了今天的头鱼大奖。头鱼。两位选手靠实力收获了大奖。那边东浦现场也到了收获的时候，冰面上聚集了越来越多的人。可眼看着这网一点点收上来，都快一个小时了，一条鱼影都没见着。本来还充满期待前来围观的人们，渐渐变得不耐烦了。这到底能不能捕到鱼，能捕上来多少鱼，谁都说不准了。哎呦，这一个小时一条鱼也没看着啊！这是，别着急啊！上来了，上来了！终于，万众瞩目之下，一条救星一般的鱼出现了。这半天呀，终于看到一条鱼了，但这个头不大呀。哎，后边还有大的，是吧？在后边。啊！看到鱼了就好，有了这个开头，大家伙对于水下网里的东西就更充满期待了。没多久，千呼万唤中，一条大鱼不慌不忙地出现了，把我们编导激动的是热泪盈眶啊！这是我得抱抱他！哎呦，我的天哪！姐，我这在冰面上将近十个小时了，终于见着大鱼了。对对对。哎，我这活了这20多年，我第一次有种见鱼想哭的感觉。等了这么久，难怪我们编导看见鱼这么激动，连着抱了好几条。可看了接下来拽上来的鱼，想必我们的编导是想抱都抱不过来了吧。到最后网里的鱼太多，已经卡在出网口拽不上来了，所以大家开始捞鱼上来。我得找个小的捞啊，大的捞不起来呀。捞哪个？那个，你这张嘴的就好捞，这张嘴的就好捞。为啥张嘴的好捞呀？张嘴吃痒啊。哎，在这儿。哎呦，我天哪，你能拿弄吗？哎，这家要游上来了。哎呀，快拿来！好，这大，好，这拿个小点儿，两个太好。哎，鱼多的几乎是扑了一地，冰面上到处是活蹦乱跳的大鱼。不是，这怎么了？咱们这块这鱼太多了吧？车给压散了吧？车给压散了，车的大箱挤开了。您瞧瞧，鱼多的连车门都被挤坏了。袁师傅，您帮我拿着，我帮他们装个鱼吧。您见过抓鱼抓得如此狼狈的吗？这哪里是抓鱼呀、啊？这简直就是在跟鱼搏斗啊！别忘了还有重要的颁奖环节呢，两位冠军选手可是眼巴巴地望着头鱼望了好久了。
祝贺你们在比赛中获得冠军，把头鱼赠送给你们。哇！怎么样？高兴吗？高兴，太高兴了，好大呀，鱼！下午时分，一天的工作终于结束了，我们跟随着袁师傅回到了家。来，姑娘啊，我给你拿点好东西，你看看。拿点好东西？哟，这冰天雪地的，这能有什么好东西啊？哎呀，好东西都在这儿。在哪儿呢？藏雪里了吗？这是。你看看。哎呦，您跟变魔术似的，这不冻柿子吗？这还有呢。哎呀，冻梨。冻梨。还有什么好东西？哎呀。这什么呀？还有豆包。豆包，哎呦，这些东西怎么都藏这儿了？东北吧，就像一个自然的这个冰箱一样，冬天的东西都冻在外头。所以咱室内的冰箱就用不上了。对对，用不上冰箱了。冻肉、冻鱼，都可以示范冻的东西都在外头。冻饺子，东北特别包的冻饺子，全在外头冻。屋子里，袁师傅邀请去的邻居们已经开始帮忙准备晚饭了。最能将鲜味发挥到极致的做法就是生吃，片生鱼，这可不是一般人能干的活儿。筷子都折了，筷子都别折了。啊！鱼去皮切丝之后，就可以放各种配料了。啊，这是土豆丝儿，这我知道哈。那是主料，这鱼是主料，这都是配料，这苹果丝儿。苹果丝儿还要用上苹果是吗？对，提味儿。香菜和蒜哈，这主要是提味儿的。提味儿的。盐、味精、辣椒油、醋，根据口味适当加一些，然后搅拌均匀就可以了。叔叔，您尝尝看看我拌的这个行不行？看看。您尝尝。咋样？嗯。行了，可以上桌了吧？可以了。玩吧。好嘞。哎，我这不会做饭的也就能干点这种活儿。这就挺好的。咱们这做个饭，这芦苇杆铺一地呀、啊，咱没有那个没有柴火什么的吗？这就得烧芦苇，没别的。当地盛产芦苇，所以这儿的老乡们做饭都烧这种芦苇杆儿，但是因为芦苇杆很细，烧得快，所以每做一顿饭都要用到好多芦苇杆儿。第一次干这种活，我们编导还真是手忙脚乱呢。你这张太久了，哎，忙死了。盘子不够装，就直接上盆，满满一桌子的菜都是鱼，这也算是家常版的全鱼宴了。我平时不太吃生食，这不会腥吗？不腥不腥，你吃着你吃着，不腥。尝尝，绝对不腥。好吃，不腥，嚼，嚼，嗯，还真没有什么特别的味道，是不腥，嗯，还挺好吃的。这儿的餐桌上从来不缺少鱼，可大家却从来都吃不腻，这也许就是当地渔民心中一种改也改不了的情结吧。就成了小名人了。我们的编导回来以后说呀，他这一次最深刻的感受，除了凌晨3点零下30多度的冷之外呢，就是当地老百姓淳朴热情的暖和他们骨子里与生俱来的幽默感。所以这一次啊，还真的是冻到了骨头里，暖在了心上。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。如果您想了解我们节目的更多内容，请您关注我们的官方网站农事网、农事网的官方微博、微信、移动客户端以及央视网查询浏览。中国有多奇，乡土告诉你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来自世界各地的他们，在中国开始了一场奇妙的旅行。种类繁多的民间习俗，他们又会碰到哪些有趣的事儿？是笑料百出，还是尴尬连连？下期乡土带您去看看养老外在中国遇上的奇葩事儿。